经络学说，是研究人体经络系统的循行分布、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与脏腑相互关系的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络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沟通于脏腑和体表之间，将人体脏腑组织器官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借此行气血、迎阴阳，使人体各部的功能活动得以保持协调和相对平衡。经有路径的含义，经脉是经络系统的主干，一般纵向循行，分布于较络脉深层些的部位。络有联络、网络的含义，络脉是经脉的分支，较经脉细小，它网络全身，分布于体表较浅的部位。经络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沟通脏腑体表，将人体的脏腑组织器官连接成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并运行气血营养全身，使人体各部的功能活动保持协调和相对平衡。经络系统包括经脉和络脉，经脉有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以及附属于十二经脉的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十二经脉是手三阴经、手三阳经、足三阳经、足三阴经的总称。十二经脉的命名是依其所属的脏腑循行于手足的部位和阴阳属性而定。隶属于五脏和心包，循行于四肢内侧的经脉称为阴经，隶属于六腑，循行于四肢外侧的经脉称为阳经，手三阴经从胸走手，手三阳经从手走头，足三阳经从头走足，足三阴经从足走腹胸，奇经八脉是督脉、任脉、冲脉、带脉、阴维脉、阳维脉、阴桥脉、阳桥脉的总称。它们与十二经脉不同，不只属于脏腑，无表里相配关系，除督脉、任脉外，其余六脉均无本经输穴。络脉有十五络：孙络、福络、手太阴肺经、
主要循行分布于上肢内侧前缘。交背部，下行落于大肠，回绕向上行至胃的贲门，通过膈肌属于肺，从气管喉咙横出腋下，向下沿上臂内侧行于手上阴经和手厥阴经的前面，下行到肘窝中，沿着前臂内侧脑骨边缘进入脑动脉活动处，上鱼际经鱼际边沿出大拇指桡侧端，腕后之脉，从腕后列缺穴分出直行，沿食指桡侧出其末，与手阳明大肠经相接，本经主治胸肺、咽喉、气管等病症，如咳嗽、气喘、咽痛为肺经症状，取列缺、体渊、少商穴治疗。手阳明大肠经主要循行分布于上肢外侧前缘及颈、面颊、口鼻旁，起于食指桡侧端，沿食指桡侧向上经第一、二掌骨间进入拇长拇短伸肌腱之间，沿前臂外侧桡侧缘进入肘外侧，上行上臂外侧前缘上肩，出肩峰部前缘，向上交汇于颈椎、大椎穴，下入锁骨上窝，落于肺，通过膈肌属于大肠，锁骨上窝支脉从锁骨上窝分出，上行颈旁，通过面颊进入下齿槽中，
回出颊口旁，交汇于人中，左脉向右，右脉向左，上颊鼻孔旁，